2020年纽约大雪挺大的。我在美国还没有看到这么大的雪，昨天差不多，平均厚度有30-40公分吧。哎呀，好，过来。我在家做创作，出来拍个视频，顺便买点什么菜。跟朋友们介绍我对美国的感觉。这个house多漂亮，在下雪的情况更漂亮。下雪的情况感觉的这个房子像洗过的，非常的干净。因为房子的上面是雪，所以感觉非常的干净。2020年这个冬天，可能是美国最艰难的一个冬天，同时也是美国人最艰难的一个冬天。因为美国正在遭受着最艰难的选择，到底美国人还会不会选择美国价值，还愿不愿意保留美国人的生活方式，还现在是未知数。虽然现在的生活哈没有多大的变化，但是呢，从政治的角度变化是很大很大，可以说是这颠覆式的变化。这个颠覆式的变化体现在美国人认不认同自己的价值观，也就是说美国认不认同华盛顿，认不认同新挑起，认不认同美国独立日，就是明年的7月4号，认不认同马上来临的 Christmas 圣诞节，认不认同 Christmas， 就是认不认同基督教，实际上就是认不认同基督教。但美国现在到了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，现在可能是当然不会突然改变，会慢慢改变，因为政治上的改变几年就发生变化了。
但是呢，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哈，没有多大影响。如果人类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，不想这个过美国人的生活，不喜欢美国人的生活方式，那是美国人的选择。看着一个一个的 house。美国这些年的这些年对美国价值的认同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美国国内有一批人，他们长期生活在民主自由、丰衣无忧、衣食无忧、丰衣足食，他们觉得过腻了，想过社会主义，想玩玩社会主义。他们被中国共产党宣传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有多么的好，多么的优越。如果美国人真的喜欢社会主义的话，其实我可以跟美国朋友介绍去中国感受社会主义什么味道。不要听中国外交部长说的，王毅说的，中国的民主比美国的好五倍。按他这个说法，实际上他没有说错。以前我在视频里面也讲过，为什么说没有说错呢？在他们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哈是为所欲为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也就是说，想贪钱就贪钱。想找女人找女人，就是你的老婆是我的老婆，你的老公是我的老公，你的妻子儿女是我的妻子儿女。那么对共产党人来说是这样，但是对普通人来说呢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你们要好好想一想。还需要好好想一想。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完全不是美国人了解的社会主义，我们看到的是人吃人的社会。中国政府，中国这个专制集团是建立在亿万人的这个尸骨基础上的一个政权。这几十年，中国共产党这几十年在中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，建立了中国政权，非正常死亡就达到几个亿，恐不恐怖？全世界非正常死亡把所有战争加起来，远远没有中国共产党这几十年杀的人多。可以说每年中国共产党都要杀掉上千万人。这个话说起来有些人不太喜欢听，或许有西方人觉得不太可能。中国共产党统治是什么都有可能，他们杀人是不是说你要犯什么，他们是按区杀人，按比例杀人，特别是现在的火灾器官，他们杀人是更不眨眼，他们把人杀了卖了，把你的器官卖了，把你的心脏啊、肝脏啊、内脏啊、皮肤啊、骨头啊、眼睫毛啊、眼角膜啊等等等等，可以全部卖掉。这就是中国。中国的恐怖是人类最恐怖、最恐怖的。中国人是按照现在说的有句
政治正确的话叫做底线，什么底线？中国共产党人，中国人，中国什么底线都不需要。他们是按需要杀人，还有什么底线？他是需要以杀人来威慑你。特别是现在中国共产党人，中国人提起黑弹威胁美国，威胁说要炸毁美国，炸毁地球。炸毁地球，好像普通人出来好像是一种开玩笑，实际上不是开玩笑。他真的在这样做，在这样准备，准备炸毁地球。特别中国人杀害本国人来要挟西方人，这一招西方人更不能理解。他说怎么可能杀害自己人呢？他就是杀害自己人来要挟你妥协，要挟西方人投降。他这一招是最厉害的。中国人杀自己人，杀个几千万也算什么？14亿，杀个几千人没有什么，杀个几个亿也没有什么。这就是中国。今年美国这场大雪，美国是最艰难的一年，甚至上百年来都是最艰难的，由于政治气氛紧张。现在到底美国走什么样的道路，现在还不清楚。朋友们看到没有？前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雪，就这么多。这个雪几乎是不会化什么，4天8天3天5天可能又下雪了。这个雪是越堆越高。但是呢，在闹市区没有这么多雪，闹市区的雪会铲掉，会铲掉。他们撒盐，街上会没有这么多雪，因为这是小城市，所以这个雪哈，没有怎么铲，盐也没有怎么撒，所以这么多雪。我们马上要走到火车站，我们去干什么呢？出来拍拍视频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顺便买点小东西。